四国这间度假村 CP 值超高，一泊20每人台币3000元有找。日本四国香川县的小豆岛充满希腊风情，岛上气氛很悠闲，出产橄榄及酱油等优质食材，每年都吸引很多旅客到访。小豆岛虽然有个小字，但一点都不小，比香港大屿山还大，所以玩一天一定不够，要过夜当然要住好一点。听说小豆岛最贵的度假村一泊20 CP 值超高，当然要住住看咯。部分房间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濑户内海及大草坪，设备都很完善。住得好，娱乐又多元化。更加是一大卖点，一泊20包早餐跟晚餐，晚餐是自助餐，选择多元。必吃推荐就是所有来自濑户内海的海鲜，也有香川名物赞岐乌龙面，还有专人现做的铁板烧。甜点也很不错，早餐同样是自助餐形式，选择也都很多，而且食材超新鲜，诚意十足。记得早点起床吃。查一查房价，双人海景房一泊20，每位不到台币3000元，性价比超高，一流体验，不妨考虑去住一下哦。